This is Radio Free Asia， 自由亚洲电台。下面播送普通话节目。平话宪章的问世，标志着中国的维权运动在沉寂了近20年之后，再次出现突破性发展。刘迪向本台表示：“对，他们警察又来找我了，他们就问我们做 T 恤衫的事儿。”然后就问我在网上发的帖子呀，我说我就看见网上有人发了一个做了零八线章的 T 恤，然后我就转发到自由中国上去，然后他们要软禁我，要派人在楼下看去。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北明，现在报告亚太要闻。本台消息，中国各地国保及警方仍然陆续传唤零八线章的签署人士，而零八宪章的发起者北京学者刘晓波仍被秘密看押。据维权网星期天的消息，刘晓波妻子刘霞自元旦和刘晓波见面之后，在春节前夕再次向有关部门申请和丈夫见面，并给他递送换洗的衣服和过节的食物，但是刘霞的申请却被拒绝。签署零八宪章的独立中文笔会会员笔名不锈钢老鼠的刘迪，则在星期天遭到国保的软禁。昨夜分明梦到家，飘摇依旧客天涯。故园门掩东风老，无限杜鹃啼落花。别人下来了，让他们跟着一块儿吃吧。愿您永远看顾着我们，使我们一家人有平安有喜乐。以上的祷告祈求和感恩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所以你喝点小酒。等一会儿人家拍完了，你这你上来就让人家摆5个碗，人怎么拍啊？哦 okay， 上来就你就摆上酒，好像是咱们天天在那儿喝。也是天天童言无忌，天天喝半杯酒天天不算奢侈。那什么，有多少天都吃不上饭呢？妮妮，你要尝尝爸爸做的，特别好吃。我们一个礼拜也没有在一起吃了一次饭。对，是。妮妮，今天所有菜都是我最爱吃的。拿个勺子。那个老鸡蛋，哦，老鸡蛋。什么叫老鸡蛋？那特别难看的臭的鸡蛋。先
莲汁的，鸡莲汁的所有菜都是我最爱吃的。我的所有的最爱吃的菜里头，最近又加上了这个，以前没这个。你看豆腐西红柿。正义又天天在家里写作，我又上班，我回来的特别晚，因为我的时间一般是下午和晚上工作。嗯，就变成正义做饭了。他做的饭还有一个，他做的饭比我做的好吃，他比我会做。妈妈做饭的时候，有时候把什么东西稀稀糊糊都把它们煮一块儿，什么煮粥呀、煮面条，把很多不一样的菜都把它们煮一块儿。可是爸爸的饭，你看有这么多不一样的盘子，要是妈妈做，就可能会把它们都粘起来，放一个什么粥里边，把这个都一块儿吃。营养丰富。我也没那么狼狈，但是我做不了那种能请客吃饭的那种好饭。我就能做家常饭，而且我们家正义又这么优秀，又我还优秀呢，又有才干，又能干。你看人家能干什么呀？人能种地，劳动光荣，人能种地，人家能做木匠活，人家做的那家具那么漂亮，虽然没给我们家做过啊，老是给别人做，然后人家还能写作，写的又挺棒。还有一个，他又能吃苦。还有一个，他还不诉苦。他从来不诉苦。另外一个，人家心地善良，胸襟宽阔，他从来不会妒忌别人，他从来不会妒忌别人，有点傻。要不我管他叫大鱼呢，大智若愚的那个鱼。正义，作家，1947年生まれ。文化大革命の初期、高校生の時に紅衛兵として運動に参加。79年、小説「楓」で文壇デビュー、古井戸などを発表。天安門事件で指名手配を受け、逃亡生活の末、93年に夫婦で亡命。現在、妻でジャーナリストのベイミンとアメリカ在住、独立中国語ペンクラブ元会長。其实作家的存在是一种精神的存在，你就是离开了祖国，但是同样，砍不断你和祖国的这种精神上的联系，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个文天祥的这个诗一样，他做梦他要梦见回到自己的家国，回到自己的家园，所以这个他不是精神上的就是这个这种。就是虽然你离开祖国，但是在精神上是无法割裂的。共产党很厉害的一点就是说，他不仅整了作家，而且他把读者给整了。他很厉害，他把这个读者，这一代读者都不是你的读者了。这个太高明了，这个，你这个是在过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你没有读者，你为什么还要写？你得想一想。啊，你只有几个读者，你写下去有什么意义？啊，中国人看不着，外文的译本也没有，你还写吗？如果你觉得还要写，那必定是有很充分的理由。知识分子只是一个人的身份在说话，这就对了，是一个个人的声音才是人的真实的声音，而不是权力的喇叭、权力的话筒。当我听见天安门广场开枪这些事情，
我明白我根本不可能再回去了，偶然就碰到这么个机会，成了决定我的流亡生涯。但是我也很清醒地接受这个命运，我就要在这个西方世界，要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要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ガオシンジャン、劇作家、画家、1940年生まれ、57年、北京外大に入学、フランス演劇を研究する。80年代、国内で何度も新作の上演を禁止された。89年、ヨーロッパ訪問中に天安門事件に出会い、亡命を決意。2000年、ノーベル文学賞受賞。所以我实际上一到西方来，我的首先的生活就是作为一个画家，我的生活来源，所以我不没有忧虑，我充分想要做我想要做的事情。首先我第一要把灵山写完，这样说碰到八九民运。我正在写灵山的时候，八九民运，当我听见天安门广场开枪这些事情，我明白我根本不可能再回去了，而中国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样说，当然我也接受了采访，媒体什么，当然我表态也谴责这个屠杀这些，那当然我的名字就从此就完全就不可能再，也不可能再回去了。所以这样的话就决定我偶然就碰到这么个机会，成为决定我的流亡生涯。但是我也很清醒地接受这个命运，既然是这样，那我没有必要再回去了。1989年4月15日、中国共産党の前書記長、胡耀邦が急死。胡耀邦は学生民主化運動に理解を示し、2年前に失脚していた。环境其实也没有，因为80年代其实基本上那个时候还是就是怎么说，还在政府跟人民的关系还不错啊，那个赵子阳胡耀邦执政是吧，那算比较开明的，因为比较开明所以才比较能够有讨论空间嘛，那所以大学里啊办各种的讲座沙龙当然就比较多，对，那这个东西当然对我们影响比较大。你然后这个媒体方面其实也比较活跃。ワンダン、歴史学者、1969年生まれ。天安門民主化運動の学生リーダーとして指名手配となり、89年7月2日に逮捕。6年間の獄中生活の後、98年に亡命。ハーバード大学で歴史学を研究。2008年、同大学で博士号を取得。想法也是觉得说，这个经济改革已经搞了十几年了，是吧？出现关岛现象，我们今天不叫关岛，我们叫腐败。但是当初是关岛开始的，那大家其实很直接就想到说，这是个制度问题，是吧？是个权力制衡的问题。怎么能因为是老爹当官，你就可以赚很多钱，是吧？而且用这种价差，那很自然你就会想到政治问题。当然，我们就希望政治上有变化。那么，当然，其实那个时候党内的领导人，对这个问题也愿意做考虑。十三大当然也提出来说。要搞政治改革，要社会协商，我们也受到这个鼓舞，对，所以整个这个大环境就是比较，第一是比较敢自由讨论，第二是讨论的重点呢比较在政治改革，那当然我们从生长在校园来说，自然会受到影响。胡耀邦的去世那个比较突然，大家对胡耀邦还是比较有感情的，不仅是我们学生，即使是党内对胡耀邦都是比较有感情的。那胡耀邦又下台的很冤。是吧？是因为保护学生运动下台的。那我觉得他这件事是比较直接的去挑起了整个八九学运。
1989年4月22日、政府による雇用法の追悼式典が人民大会堂で行われた。その時、人民大会堂の外には10万人の学生が自発的に集まり、追悼集会が開かれた。22号之后，基本上情绪大家都慢慢有点就平缓了。其实那时候我们做学生，组织者的呢，都有点担心说学生热情下降。结果我们自己也没有什么太好办法能够重新激发学生热情，政府及时就出手了。政府就发了一个426社论，那整个校园就沸腾了，对不对？本来我们都已经没事了嘛，有些学生都上课了。而且那个426社论简直就是完全的是这个文化大革命的那个口吻腔调，我觉得哎，真是吓一跳。明明是胡耀邦去世了，我们来悼念胡耀邦的，那悼念胡耀邦自然会扯到这个政治问题，那又不是为我们个人，对不对？你国家民主化也得有个过程，最后到我们享受到选举制度还不到什么时候，又不是为我们个人，凭什么就说哦是一场动乱？哎呀，把这个什么社会主义引到灾难深渊了，那么祸国殃民的这些指控就出来了，我觉得那学生当然觉得很气愤。天下兴亡，天下兴亡，以民有德，以国有德。所以这个，八九民运一来，我当然就很自然的就完全那激动的，你就说激动人心，你根本夜不能寐，每一天你都觉得这个是一个崭新的一天，每一天你都觉得这个，中国正在向了一种光明前进，所以那个这当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觉，整个从八九民运过来的人都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你觉得自己，的那种抱怨，你自己的这种就是说悲观，你自己的对于自己理念的放弃，什么的这些，都成为过去了，应该怀着一种这种极大的希望，来推动中国。所以当时我想。年轻人，还包括知识分子，还包括普通的民众，都是这样的一种想法。下面我宣读一下首都高校代表的请愿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在427游行之后，政府通过新闻媒介表达了愿与学生进行对话的愿望。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欢迎，因为我们的希望是说政府能够修改426社论，跟学生进行这个对话，但是政府就拖，他也不说不，他也不说就开始，他就拖来拖去，拖来拖去。那我们也是该走的我们也走了，游行了很多次了，该静坐我们也静坐很多次了，我们也想不出什么新招，是吧？可以让他别再拖下去。那当然就绝食就有人提出来了，就说我们作为一批学生，我们自愿去绝食，那么欢迎大家也参加嘛。对，但是后来就响应的就也远远超出我们预料，我们原来也没想到这么多人绝食这种玩命的事儿，也这么多人想，结果最后3000人报名。别了别了，哎，你快下来，别挡路了。哎，你让让让让，我这站着。这个从一个学生运动变成一个全民的，争取自由民主的这么一个运动，也变成一个全国的运动，它完全是因为在天安门广场上的集体绝食。当然这个历史功过，这个需要后人去评价了。当然对于我来说，我仍然认为这个绝食在这个把八九年的学生运动变成一个全民运动，变成一个就是说一个这个可以说波澜壮阔的运动，是起了一个关键的作用。第二个问题，我们这个我们觉得绝食这么大的学生，而且3000人做的绝食，你政府能不理吗？
我们也没想到他跟你拖了六天也都不理你，完全置之不理。我以为就当天晚上就出来人，就武警也好，警察公安也好，就给抬走嘛。要不然就三千人几十万人都在广场了，要不你就领导人出来接见一下，觉得是学生，这有什么难的吗？完全没想到真的就是六天毫无动静。到了第七天了，那李鹏他们才出来说跟学生做个对话，一直拖到第七天，让学生饿了七天了。当然很罕见这样的政府。一块红布，一块红布，一块红布。我在唱最后一首歌曲，不是强烈的，一块红布。那这个，我现在这个第二人称，这个你已经不是单纯的你了，好像是一个政府了。那天是你有一块火，红布不双眼也梦不了天。你问我跟你聊什么，我说我看见的我幸福，这个感觉既然我是幸福，让我放任完美的入你风波向上不需要上的地路，很多的我们中国人还有我们很多的美国朋友聚在这里，我们从国内也传来消息，今年纪念六四，参加纪念六四活动和纪念写纪念文章的比往年都要多，这说明中共用力抹杀历史记忆的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那么是历史记忆在复兴，这说明公民力量在觉醒，我们不做暴民和奴隶，我们要做公民，公民力量，公民力量。ヤン・ジャンリ、政治活動家、1963年生まれ、80年代にアメリカ留学、ハーバード大学で政治学の博士号と、カリフォルニア大学バークレー校で数学の博士号を取得。2002年に労働者運動実態調査のため中国に密入国し逮捕され、5年の刑を受ける。2007年アメリカへ出国、市民の力組織代表。当时我是就读于加州大学的贝克里加州大学，然后呢，这个我在那儿是正是旧金山的管区嘛，所以经常会组织到旧金山前面的一些示威啊请愿活动。但就有一天在电视中，就是那个 CBS 的镜头捞出来一个那个警察打学生的一个镜头，把那个头都打破了，血都流下来了。但一看到那个镜头以后已经受不了，就觉得一定要回去，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一定要回去，而且要把我们海外的留学生的声音带回国内去。
也就是说6月4日凌晨，6月3号晚上，到半夜到6月4号的凌晨开始枪声响，就听着西边啪砰砰砰，就枪声响，密集越来越密集。到了西单那个地方，已经看到军队往那过了，周边围着人，一会儿就打枪，一会儿就打枪，然后已经死伤了很多。加上人群的时候就很气愤，因为大家谁也没想到这个政府用这么恶劣的手段，这么残酷的手段来镇压这个学生运动，大家都在那骂，啊，骂得非常激烈。当时呢，我就感觉呢，就是不太相信，就是好像在做梦，就恍惚中就觉得在看一个电影，看日本鬼子进村的电影。你看小的时候我们看日本鬼子进村，当当当当就进去了哈，就感觉那种是一个军队就拿着枪哗就进城了，然后就开枪。哇，那个镜头就想着日本鬼进村，不能接受。那个然后就往前凑啊，然后那个人就喊，扔石头，然后就开枪，然后就倒下一批，然后就往后拉。那个我那个同学一看要真死人了，他就很着急，就眼都红了，就往前冲。所以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一会儿这么过程。怎么可能想到政府会拿枪来结束这场学生运动呢？对不对？那我们都觉得这是自己人跟自己人，只不过说就像我们是子女，政府是父母一样，谁能想到父母突然砰的把枪就给掏出来？我们觉得政府即使不接受我们所有的条件，但是政府至少是听到我们声音了。人民都这个样子了，你军队都被堵住了，难道你还开枪啊？你还压进来啊？但这次我们觉得根本不可能发生嘛，禽兽才会那么干。我们再讨厌李鹏，觉得李鹏后来是个人类吗？是个灵长类的动物吗？是吧？他毕竟他还不是禽兽，他不可能说真的开枪动坦克呀。所以我们觉得基本上就我们的肯定是胜利嘛。那么多人，那么多青年，全国的老百姓和平的向他们提出建议请愿，要求实现这个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在全世界的这种群众性的这种运动中，应该说89年的中国人是表现得最有理性、最温和、最克制，但是最后遭到了这么血腥的镇压，这件事情对于我的冲击也是最大的。
我们在这里为我们的中国来祷告。主啊，看到主这些年你在中国真的是让更多人来归向你和认识你。主，我们也看到很多人来背逆你，不认识你。主啊，很多人在物欲横流中，情欲横流中生活，他们不愿意认识上帝，他们把自己当作上帝。主啊，我们在这求你来怜悯这个国家，把今天的赞美称颂交给你，让你得到当得的。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姊妹，弟兄姊妹，请坐。感谢主，我们又来到主的殿中，我们来敬拜他。啊，今天是父亲节，我们看到很多的孩子，他们来到啊，我们做父亲的面前，给了我们一份该有的尊敬。啊，我非常的感恩。我的父亲非常的严厉，啊，我小的时候他对我来说是个严父，啊，我没有感觉到他怎么慈爱，我只感觉到对我的严厉，啊，对我有很高的要求，当然我有的时候达不到。我小的时候自己常常有自己的思想。我常常会跟他辩论一些问题，他辩论不过我的时候，他就会说：“你早晚犯错误，你早晚犯错误。”1989年，他的话说对了。当我在电视中出现了，被中国政府通缉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对我母亲说：“小的时候我就讲过这句话，他早晚有一天会有这一天到来的。”他是一个先知，他预言准了。我的母亲不管怎么样。ジャン・ボーリ、牧師、1959年生まれ。天安門事件当時、広場で新聞を発行、指名手配を受け、旧ソ連に国境を越え逃亡するが、KGB に拘束され、強制送還。その後、国内で2年間潜伏し、91年に香港経由でアメリカに亡命。現在、ワシントン郊外の豊作協会で牧師を務める。1989年以后，中国政府通缉了我们这个21个学生。21个人，其实那时候大家，我想都是孩子了。我那个时候还好，我有点工作的经验了。在到北京大学之前，我做了一段新闻记者。我记得我有一次听到了这个陈希同，当时北京市长。做的这个关于平息反革命暴乱的这个报告，他说他们在天安门广场举办民主大学，号称是新时期的黄埔军校，那个声称要杀死4700万共产党员。而那时候我本身呢，我就是那个民主大学的创办者，我也是那个民主大学的校长，所以当我听到这样一个报告的时候，我知道可能他们对我要下狠手，所以这个不是一般的问题，可能我们都考虑到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能够存在的问题，所以我们只有逃。这是6月4号早晨从广场撤出来的，这个大概好像天安门运动的最后一张照片，最后这几张照片就差不多了。现在政府已经这个开始屠杀了人民，而且我也讲说，这个时候这个我们面对的就是被抓捕、坐牢、屠杀，我就面对这种可能。那是1989年的圣诞之夜，那天我决定离开那个村庄，当时我住的村庄到松苏边境有30里路，大雪很大的。我们从凌晨3点钟开始走，有一个农民送我，他天气非常的冷，那一天很冷，非常的冷，用东北话就嘎嘎的冷。解放军那个时候他那个边境有巡逻的，那边有瞭望塔的，那个瞭望塔那个探照灯就在那个江上照啊照啊。我当时已经我去过好多次，在那个。观察过他的当地的地形，我知道他的探照灯照过去大概有2-3分钟才能回来，所以照的时候我就开始爬了，往苏联爬，那雪很厚的，站不起来的，那你一脚踩就炫到你裤裆，你必须爬你才能够爬过去，所以我就当他解放军探照灯照了，我就趴着不动，穿的我的衣服都是这个白色带伪装的，趴着不动，那他就不太，其实有的那时候很危险，如果他发现你，他就可以开枪，如果他开枪打不到你，他有那种炮，在那个瞭望塔上一种无坐力炮打过去就把那冰打化了，你掉下去，要不那个炮很热的。所以我在逃，大概我用了差不多6个小时，爬过黑龙江。我是凌晨3点钟到早晨9点钟，我到了苏联。我到苏联天已经亮了，很冷的冬天，早上还好还有太阳，
雪地很美丽，哇，心情也很好。不一会儿就刮上那个大烟炮，那个烟刮得特别大，那个风暴风一刮，你知道这个雪有时候不是从天上来的，是从地上来的。刮烟炮的时候，它一风一刮，把地上雪发刮到天上再下来，就这样的循环着。所以你一刮，你大概两三米之内，你根本看不到人。我当时我觉得我走了大概有十几个小时，我就走不动。在晚上四点钟的时候，找到了一个草堆，很大的草堆，那个草堆巨大，那是他们苏联在那个荒野里打的草，他们准备喂牛的。那草堆上面有一个铁的那个盖子，来防备雪的，可是根本就防备不住，因为没有墙。我就把草扒开，我钻到草堆里边去。我想我那天能走过来，我想那个草堆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在苏联坐了一段牢，在 KGB 的牢房里坐了大概一个多月，后来他们就把我送回了中国。他们不愿意把我这个送到美国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考虑到他们跟中国的这种关系，他们跟中国有这种刚刚恢复的，用他们的话来说，就两党两国的友好关系，他们不想破坏，所以他们决定把我送回中国。不过那时候我已经很平静了，牢也坐了，突然发现其实监狱里边也没什么。那么过去最恐怕的东西，最惧怕的东西，当你进去了，你发现其实也没什么。当我们面对现实的时候，现实就是这样子的。你那个时候我也已经信了上帝，我也知道上帝的恩典每天都够你用，所以我也不太害怕。那么给我送回中国，我记得那天是晚上五六点钟，苏联一大批的军人把我押到中苏边境。我以为中国军方会有人来接我，但是他们没有通知中国军方，他们就让我自己走回去。我记得我走的时候，面对着茫茫的雪原啊，一轮月亮升起来，那个月亮是红色的，跟血一样的红。我看了，我不知道一种什么心情。我后边大概有几十个苏联的军人，他们端着冲锋枪来执行把我驱逐出苏联的一个命令。所以他们告诉你不可以再回来，你回来我们会开枪，所以你最好回你的国家去。我还记得广告这样写的，说张伯利，你太太李艳提出离婚诉讼，限你三个月之内到法庭，否则缺席宣判，一切后果你自己承担。我还记得我在逃亡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报纸了。太太跟我离婚以后，我觉得呼吸不上来，我觉得那个要窒息一样，每天我就一夜夜在那山里边走，自己都觉得很害怕了。我觉得我再不走，换个环境，我可能会疯掉，崩溃。后来我就决定走，决定这个离开中国。八九年以后呢，我在中国，实际上是在中国逃亡了有两年多，不到三年，算是这个八九以后的这一批人里时间最长的吧。当时在这个中国逃亡了很多的省，当时有一个很清楚的意思，一个是当然首先我想很具体的就是我太太在监狱里头，我觉得我不能够离开中国，如果我离开了中国的话，那就对他来说，那就使他就非常绝望了。所以我想，人家说这个夫妻是患难嘛，所以我必须，要在，我不能够离开，我想这是一个最具体的原因。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自己是一个作家，作家和土地，大家都知道这个作家和土地之间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就跟母子关系一样，你如果要是离开了自己的土地，这个后果很难说。对，因为你的所有的情感、你的灵感、你的生活，都是你的土地和人民赋予的。1年後、妻のベイミンは釈放され、国内で逃亡中だったジェン・イーと合流する。当时我们逃亡了很多地方，帮助我们的人大多数都是不是我们的老朋友，而是对我们毫无了解的，只是听说你是因为天安门广场上的事情被追捕的作家，人家就愿意收藏你，就要帮助你，一家一家的，从老人到小孩，所以那是非常感人的，没有一个人出卖过我们，所以这个而且当时他们是担着很大的风险。当然后来迫于种种的形势，就是说这个因为我们在国内
这个逃亡给朋友们也造成极大的负担，倒不是经济上的负担，因为我们也不花什么钱，就是吃口饭，主要是精神上有很大的负担，对他们的生活也是干扰。后来，我们后来还是决定还是要出来。就这么个牌子，我们老找标记。这里头还有啊，这是好多相片。在民主墙时代就有一家杂志就叫北京之春，同时这个名字呢也成为民主墙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因此呢我们就给我们的刊物就取名就叫北京之春，那么到现在93年到现在已经这个15年，就是就快16年了。那么到64之后，国内的这种空间，发表意义的空间，进一步萎缩，那这么一来呢，特别是很多积极参加民运的人，完全被剥夺了在国内发表他们自己观点的这个场地，所以从64之后，那我们的刊物呢就越来越多的刊载一些来自大陆的这些作者，可以说大陆的这些比较有名的，就是比较活跃的异议人士、民运人士、维权人士，或者党内党外的这些自由派的这个学者、知识分子，凡是说得出来名字的，一般恐怕都在我们刊物上都发表过东西。フーピン、政治評論家、1947年生まれ。79年、民主の壁時代に言論の自由に関する論文を発表。アメリカ留学中の89年、天安門事件に出会い亡命を決意。現在アメリカの中国語雑誌「北京の春」編集長。这个中央那就好像是个教皇，好像是个宗教裁判所，他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思想是革命的，什么思想是反动的，那么但是在文化革命中，你可以看出来这个翻来覆去，政治斗争的翻来覆去。一会儿鲜花成了毒草，一会儿毒草成了鲜花，对不对？一会儿成了这个革命干部，又成了牛鬼蛇神；一会儿牛鬼蛇神又还成了这个革命干部了。那么人们就已经对于这个有没有这么一种裁判的存在就产生怀疑了。那么特别是到了后来，所以我觉得呢，就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这个经验，人们也最容易领会到言论自由的重要，就是没有谁能够判定得很清楚什么思想是正确，什么思想是不正确。比如说这个当时在六七年夏天的时候，当时全国武斗是非常激烈的，四川呢又首当其冲，而四川最激烈的地方又是在宜宾，当时我就是在宜宾。79年的时候，我写了我自己的处女作叫《风》，后来拍成电影，当时在全国影响很大，其实就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亲身的一些经历。就在文化大革命中，双方都这个誓死捍卫毛主席，双方都认为自己是革命的，但是最后
在人民内部爆发了这么激烈的、这么血腥的内战。大夫，大夫，洪刚，你不是被我打死了吗？啊，没有，我活着。战友们，冲啊！宜宾那个城市，就是城里是一派，城外是一派，整个城市被包围着，外边城外的一派呢，就是一座楼一座楼的攻，城里的一派呢，就每一座楼上几十个人与这楼共存亡，所以那个是打得非常血腥的。当时医院里头不光是停满了伤员在救治，而且这个医院的房间里头到处都是停满了尸体。当时你要想，我还是一个不到20岁的年轻人，像这些场面在我的这个人生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1967年的时候，我在广西的时候就听说过，说广西两派武斗的厉害，然后在很多的地方出现了人吃人的情况。后来为这个事情，我专门几次去广西采访，当时害怕共产党封锁嘛，所以我是拿着介绍信，所以下去了解到很多第一手资料，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公安和法院的案卷，比如采访一个老人80多岁了，一个老的皮下中农，很穷，在一个很破烂的屋子里头采访他。他就是他带头把他们村的一个地主子弟活活的给吃掉了。文化大革命来，大家要杀阶级敌人，因为毛泽东讲这个阶级斗争嘛，所以到外村去把这个地主儿子拉回来，活活的把他用各种各样的酷刑折磨，拿烧红的铁烫啊什么的殴打呀，最后人还没有死，就摁在这个江边上，拿那个切菜刀就把这个人给活活的就抛了，抛开了以后把这个人肝挖出来以后切成手指头，就切成手指头那么大一条一条的，全村的人就分着吃了。就像这些，那个当我问起这些事儿的时候，那个凶手是根本就毫无愧色。说是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的，不是他们杀了我们，不是他们杀了我们，就是我们杀了他们，阶级斗争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当时我也觉得，我当时问了一句话，我说你这样做，你就不怕这个冤鬼来找你报复吗？那老头一拍胸脯说，我的心我是干革命的，心红红的。所以我看了以后就是说这个无话，没有什么话可以说了。后来我还采访了很多这个就是这种吃人事件，有很多事件是说起来是很难令人相信的。比如当时有一个武宣县的中学是一个在当地非常著名的一所学校，就是说是一个很好的学校。这个学校呢，就把他们的老师给吃掉了。
2008年、オランダのグロー人間美術館で中国の現代アートを紹介する大規模な展覧会が開かれた。近年注目を集めている中国現代アートのルーツとして、70年代末、文革以降の自由な表現を求める作品群が紹介されていた。在暴君倒下了，从不义的权力的顶峰，从生锈了的刺刀尖上，从一世代被压弯了的背脊上，从亿万喘息和流血的心灵中，他倒下了，他死了。于是一个专制王朝匆匆合上了他的最后一页，毫不遮掩地躺在那里，赤裸裸地脱下了共和的外衣。幻想詩人、1941年生まれ、16歳で初めての詩を発表する。79年、カーターアメリカ大統領に人権問題を告発する公開書簡を送り、小平の怒りに触れ拘束される。95年には詩集の発禁に抗議し再び投獄される。6回の投獄を経て97年アメリカへ亡命。不能发表，怎么自己发表？怎么样发表呢？到北京去发表。在哪里去发表呢？到王府井大街，到天安门广场去发表。到北京去发表的时间是1978年10月11号，当时去了四个人，几个朋友，我们就是到了人民日报，王府井大街人民日报原那个人民日报报社的门口那个巷子里边，上下两排贴满了大字报，上北上贴的时候呢，我在清理那些稿件，这一贴了以后，这好怪呀！当时整个王府井大街春黑之间人山人海的，整个王府井大街的交通全部堵塞了的，这种情况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没有发生过的。当时的那个华国锋吧，哈，在他们那种概念里面，就以为要发生以诗人、作家、艺术家为主体的匈牙利事件，因为从来都是安安静静的马群。哪会突然突破是什么野马啊？邓小平讲的那个是哈群之马，其实我何害之有，只是一种表达的形式。我现在还给他解释成了我的行为艺术，我把我当时的诗歌解释成人文精神强、立体诗歌强，有什么不行吧？我说先行了嘛，是不是？你不一定要从政治的狭隘的角度上，我要打倒皇帝当皇帝，我要推翻李鸿章，我本来也没有这种想法，我也是12月26生的人，所以人家跟我算面子的，如果人家是红太阳，我是黑的，所以一生的就发不了光了呢，我就不信这命了。如果说这样要压也无所谓，你要封杀也无所谓，这一生都要跟了，当时就解开裤子了，以那个内思逃出内务，其他三个人看到我的腿也去四根全部逃出来，朝着那个万寿无疆撒了一泼尿。当时我就得了两句诗，在天安门广场放个屁也是惊雷，撒泡尿撒泡尿也是大瀑布。比较早的民主墙的先生应该说是贵州，来自于贵州的黄祥他们，对吧？
而不是来自于北京，啊，北京人在天子脚下，知道从事不同于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政治活动和意见的风险有多大。以黄翔这个为首的，啊，叫做这个启蒙社，啊，他们是最早开始，啊，提出关于人权，啊，这个要重新评价毛泽东。周恩来、政治家、1943年生まれ。鄧小平時代に政治組織を結成、81年投獄される。93年、アメリカ政府による中国の最恵国待遇更新の交渉条件として釈放されるが、政党作りに関わり再び収監される。2002年、アメリカへ亡命。北京的西单那有一个38路的公共汽车站，有一个外墙是砖的啊，砖墙很长。于是乎的话，就贴了很多有个人冤情的一些人的这个，这个诉冤的许多大字报。因为当时，以毛泽东那个性格搞的四大自由，对吧？所以允许有大字报。所以也是人们发表一些冤情或者不同意见的一个唯一的手段。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墙体，给有可能提出不同看法意见的一些异议人士，就后来我们把它称为异议人士，有了那么一个公共空间。在这个之前的话呢，11月底的时候有了几次啊民主讨论会，那都是上万人的，在那个地方啊，看了这些大字报，在议论中国为什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个浩劫，中国为什么发生了从1949年以来的那么多的灾难，所以的话呢，大家就围集在那讨论这个国家的大事，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这个壮观的一个场面，就是万人在那讨论国家大事的这么一个场景，这样一个公共空间，是吧？这就是民主墙啊，这个非常典型啊，一个人很愁苦的，当时的贴的大字报都是一些深渊啊，后来逐渐的啊政治化了。这是我女儿当年在民主墙前照的照片。这都是民主墙的参与者的孩子们，那时候我们都在监狱呢，啊，他们就是大人们组织他们出去玩玩。这是我，这是一次民主墙的讨论会的，啊，这是4、5报，啊，这4、5人谈，这4、5人。探索今天，中国人权、北京之声、沃土。杨洋做的手稿，那时候都还一个字一个字写的嘛，你要说来，共产党这么多年来，特别是毛泽东时代，那个政治迫害，10之8-9，都是根据人的言论，啊，因为在那种环境之下，你都不可能有什么行动嘛，你只可能有言论，哪怕是不公开发表的言论，所以当时这个在这个经过70年、70年那段时间，我思考的问题呢，就集中在怎么样去这个反抗这个制度，那么我当时觉得，最后我就这个把注意就关注在这个言论自由这个问题上，因为在我看来呢，言论自由是个最根本的一个东西，它对共产专制来说呢，可以说是它的所谓阿基里斯之踵，就是你想，但是在那个时候，而且对
70年代末，就是78、79年那个时候，民众又处于一种极特殊的一个阶段。那个阶段的人，中国人，凡是经历过那时代都知道，有一种极强的一种渴望，去了解事情的真相，了解真理啊，而且愿意就抛弃自己过去的一些不对的看法，也就是整个一个民族在渴望的这个接受启蒙，而且他们呢有对于真理、对好东西有种有种追求的信念，也就是他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他们就愿意那么去做。当时新民两是这么回事儿，就因为当时有那个，主要是当时有民主墙嘛，那个政治形势在那儿。当然我们这搞艺术的嘛，也想来一个艺术民主墙。就是当然我们实际上就两个宗旨，一个就是说呢，要说真话，就是你对社会什么样的看法，从来讲你对这个对艺术的看法、对社会的看法、对人生的看法是真实的表现，不是当时那个红光亮啊、文化大革命的一套东西啊，这第一。第二个讲呢，形式要多样化。不要就是光是写实主义的，所以当然我们画展里有抽象、有写实的，有超现实主义的啊，就是各种风格的都可以。所以在这样两个宗旨之下呢，就开始串联人，就一个找一个，一个找，就这么就把大家串联起来了，要串联起来了。那我搞了一些作品，当时呢就是围绕着民间的，就是老百姓的一些作品。你比如有一个叫大地哈，一个人他这个整个就是一个人死的头躺在伸的。伸了一只手吧，在大地，然后呢，他的儿子呢又开始赶牛车呢，继续耕作，就一代代，他名字叫西，就是一代代往下传，就是中国就是共产党呢利用了工农、工人、农民，打下了天下，实际上最后最穷的还是工人农民，还是工人农民。当时你比如说的这个，比如汪克平他一个作品叫《偶像》，他实际上雕的老毛的一个像嘛，一个头像嘛。那是建国以来是第一个拿老毛开涮的，等于是很什么的，当时来讲很有危险性的，很有爆炸性的。哦，你好。到你家看看吧。哇，很不错。当时这个做雕刻的目的实际上也是很简单，因为当时那个79年中国开始开放了，开始开放了，很多外国人、港台人，包括日本人啊，都进了中国了。进了中国呢，每个人都提着一个录音机。当然中国没有啊，录音机也带一些磁带了吧，也这个西方的音乐或者港台音乐什么的，邓丽君什么的，那时候中国人听着，哎呀好家伙，这么美好的音乐，几十年都听了样板戏，你想一听这个。还有那个时候就是这个年轻人开始跳舞了，这个看了一些外国电影什么的啊，和这个也有外国人来中国，自己家里也搞一些小舞会什么的。所以做雕刻就很简单的目的，就是做点雕刻跟老外换个录音机，换不了录音机呢也能换几盘磁带，这是一个大的目的。因为当时不知道该做怎么一个头像，就有这个想法，我说这个偶像崇拜，偶像崇拜呢就找着看木头，它这个那木头也是实际上有一个形半圆的，劈好了，我说怎么办，上面五角星嘛，表示共产党啊。我想这个实际上偶像，但是我佛像也没有一个参考资料，山里头跟佛像的造型也不一样，我就记得佛像的眼睛都是这个眯着的，好像很慈祥这样，以前见过一些庙里的大佛像啊，
但是我想这个老毛还不是那么慈祥吧？他那个眼还瞪着，看看谁在背后骂他，谁在捣鬼。他这个眼睛还是这个，还有这个从美学上要打破这个对称。当时呢，我们想跟那个美协申请那个正式的展览的地方，申请办呢也申请好几个月吧，就快一年多，根本他不给。不给之后呢，等于是三十年大庆了嘛，所以没办法，我们就是干脆在美术馆外的小树林啊，那个框子上，就那个这个栏杆上，就把我们的作品呢全挂上了。当时那个十字路口，看的人很多，大部分人，有些人对这个新的艺术他也不见得欣赏，但觉得哎，在街上展览挺光也挺热闹的。还有美术界的一些人士啊，就觉得这是一个展览的方式，他们就是比较在，还有他觉得东西有新意，也有水平。参加新美展的人，直接参与这个活动的人啊，有上百人之多，真正的艺术家不多，二三十人。但参与这个活动，他本身承受着这个社会改革势力的推动，你当然退不下来了。大家推着你往前走，你不光是你自己的事儿了，整个社会的整个这个一种要求改放、要求开放、要求改革、要求这个艺术自由的一种潮流了。完之后，第一天来了很多人，第二天的警察就给抄了嘛，哎，抄就给抄了。抄完之后呢，然后呢，当时有民运的嘛，他们也觉得是应该用这件事情来讲维护这个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是吧？所以这样来讲，就是等于就是很快就上街游行了，就是10月1号嘛，就等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头一次，是民间的自发的在这个天安门广场这个周围啊去进行这个游行。实际上他是最早煽动的，他是他先把他是跟上澳大利亚记者吧，好像是还是新西兰，他在接见的时候他就说，他说民主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形式嘛，人们要有说话的机会嘛，所以当然是记者到了跑到民主墙那传达最高指示了，所以这才闹起来，哎，这闹起来整的他的位置稳了之后呢，他觉得再闹就等于就开始冲他去了，要冲这个共产党的政权去了，这是不能够动摇的。所以这时候呢，开始就封了，就封杀了。一开始封杀他完全封杀不可能，所以他先转移到公园，一步步开始往下走。他还是很聪明的。所以在1981年的4月9号是在全国范围内，他们一共抓了50多个人，啊，我是其中的一个。只是我被抓的时候，他们动用的警察警力是相当，我刚才不说了，在房顶上全部这样的人，然后把我带走了之后。其实实际上就关在我家附近不远的这个就是北京市看守所，很著名的叫 Case 楼。从看守所转移到监狱的那个刹那，进那个监狱大门那个刹那，那心还是有一点点咯噔一下一沉，就觉得15年啊，我那时候才30几岁，就已经刨掉了1年多，还有10几年。因为人生啊，我也经过了30多年，我知道十几年有多长啊，所以30几岁进去，要将近50多岁才能出来，能不能出得来呀？活得能不能出得来？还是有一点点这种想法。这个共产党对文化的控制，无孔不入到这个地步，我认为这个恐怕超过任何时代。其实我做的什么事，任何政治言论都没有。那么车站只是一个，我为了避免带上这个所谓西方
这个荒诞派，这个，因为荒诞派也是西方受批判的，是吧？当然，这个荒诞戏剧什么悲歌的，那是不，那只能西方人做，中国人都不可能问津的东西。然后我为了避免他们扯上这些东西，我也很小心，是吧？我纸上写这个叫现代，生活抒情喜剧，那是一个喜剧。演出的时候，北京市民看嘛，在时候，试验演出的时候，小剧场200多人，没有，到以前没有这种演出形式，那比说相声还要热闹，从头笑到尾，是吧？我们的这个，他们已经坐前听了报告，有人打了报告，然后我们这位胡牧同志就去了，他所有人都笑，他不笑，是吧？我因为是冯某同志来了，就是作协书记处的书记，那是党的代表，我能不陪吗？就是冯某来哪呢？我就坐在他旁边，我当然这开心过程，大家都笑，就是他不笑，我知道事情就不妙了，是吧？那个是当时北京生活，现实生活也是，连等那个汽车等不来的，那北京那个你要坐车都那个坐车要打架，现在抢要往里头挤。当时的公共交通就搞得这么糟糕，这共产主义是吧？这么一个戏，然后就是另外一位党的负责人，就是说在做些中央部副部长，叫做贺锦芝先生，是吧？当然是同志，贺锦芝同志说，是吧？这是建国以来最恶毒的一个戏。比海瑞罢官还海瑞罢官，你想这还得了？海瑞罢官吴晗自杀是吧？这海瑞罢官掀起了，导致了全国的文革这个信号的发泄，这戏比海瑞罢官还海瑞罢官，我的命还有没有？我在中国的遭遇就是这样的，是我并没有从事任何的，当然我现在回过头来，这种自由思想他们是不允许的，不可以一个人，为什么我要进我的东西？我就不允许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可以在党的语言以外，还有在官方的语言以外，还有一个独立的人的思考，他们不允许这一点，那不允许我就流亡。戊戌变法之后，是吧？这个康有为他们这些人，第一批你说流亡海外，他先到东渡日本，然后从日本到了美洲，然后从美洲再绕到这个英国、这个挪威，从挪威就是到这儿，大概是1905-1906年，在这儿住了至少有半年多，然后就住在这个旅馆。那么差不多一百年了吧，100多年了，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治改革还是没有完成，没有完成一个像当代的一个民主体制的转化。中国这100年好像是绕了个大弯子，还是回到一个比较封建保守的一个帝制的时代，我觉得有点感慨。痛苦你有时候也有很具体的，所谓流亡是很具体的，很现实的，比如说你见不到妈妈了，见不到你的兄弟姐妹了，是不是？你也尝不到，你有时候我就想去闻闻北京那个胡同里的烟味儿，我都闻不到了，你知道？我想去，你比如说你说上海人，上海有那个烧饼油条早上啊，吃不到了，这是具体的，就是说你就像这种呢，有时候是一种，就是一种会让人就像坐监狱的人是吧，没法出去，所以流亡也是坐监牢一样，不过这个监牢比较大，而且你觉得这么看这怎么是监牢呢？但实际上你从意义上，它只要限制你自由，你不能到一个地方去，实际上也是，这是有，也你不能说没有痛苦，就你长城这个象征嘛，它是一堵墙。那鲁迅他们这些人，
这个就认为就好像从他写呐喊开始，对吧，就是说叫拆这个墙，打破这个，是吧，他说把中国看成一个铁屋子，是不是，然后说里面的人都要闷死了，所以文学家的作用要呐喊把人唤醒，这样就是。后来有一次我在西班牙开会就谈这个，我说你自己心中没有屋子也没有墙，是不是，墙就不存在，你心里先得把它拆掉。这个长城也是一样，它从象征意义的上，你在心理上应该把它拆掉，它就不存在。监狱，你们看是两条狗，这是犬，中间是盐。要象征性，中国的监狱实际是要把，既不是关人，是关的这个是你说的话，就这个意思。你今天怎么样啊？今天中午你们吃饭去哪里吃的？我们中午，我突然我都不知道到哪去吃饭，后来想起贵阳那个刘强那个牛肉粉，就到那吃的。在美国，一个非裔血统的黑人当上美国的总统。而在中国大陆，一个诗人被搜杀长达50年，这两相比较怎么来说？怎么来说？不是在大陆出的，这是大陆不能出版的，这是从50年代末期一直到现在的所有的书，美国出版的，台湾出版的，香港出版的，哎，有个文件中央下达的，不准出版黄湘作品，扩大他的影响。一直邓小平死了，也没有人去否定、去解开、去取消。我一生都在流亡，终身流亡。到现在，我从流亡的第一个瞬间起，我就开始怀念故国家园。那这是双向的，这是个悖论，你怎么去那个理解呢？就是我本来热爱与生俱来生长我那片土地，是人家帮我驱逐的，不是我自愿选择的，我也不是自己的自我放逐，嗯，我现在到现在这个年龄了，快70了。白骨10000年以后，10000年的地层里，也许会有人发掘出我的尸骨。那时候，他可会想起一个遥远的地质年代，一种因遥远而迷茫的历史。那时候他可会想起，就是这对白骨曾经在地球上做过生，爱过恨过哭过喊过激动过。
还有就是最快乐的两年，其实就是说我跟他在匹兹堡的时候，我不上班，我跟他天天在一起。他那两年的时候，他觉得好像没有语言障碍，其实他一直都是有很他不会英文，他也有很强烈的、很严重的语言障碍，他自己不他自己知道，就也是导致他很苦恼的一个原因。他就这样的话，也导致他就是在生活中会有很多阻力。那两年呢，我们到了一个完全是个英文的环境里面去，因为我跟他在一起，随时我都可以替他当成了他的一个嘴，一个老大脑嘴巴耳朵在跟他。他就觉得他好像没有语言障碍，包括演讲去讲学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呢，后来最后两年快结束了完了，我就去工作了。我一去工作以后，他又变成一个人在家了。然后这样子呢，他然后这种感觉又开始严重起来了。但是呢，黄先生就说他这个性格其实他是一个很骚动的人，他就是这种骚动，不说是他就说他不能够就是在一个平面上面生活很久。然后你看这个家才安顿没多久的时候，他现在他心里面又开始有一种思念故土的一种思念之痛。他这个他是好像是一个，就像你高行健，高行健他可以在法国生活的好好，他不可以不怀念那个片土地。黄先生他这个心啊，怀念那片土地很深很深。刚开始来美国是很孤独的了，因为那个时候一个人面对一个全新的一个国家，美国是一个好国家，民主富强，可是不是我的国家，我的文化是在中国。我有个比方说，我们就像那个西红柿开了花了，其实都结小果了，然后把这秧子移到一个新的地方，那个缓秧就缓几年吧，对不对？我们不像我们的孩子从小就来了或者生在这里，他们没有问题，虽然他们肤色不同，可是他们融入这个文化没有问题，我们还是有问题的。这个孤独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最早的表现就是人们惧怕一个人独处，人们喜欢在一起开会，另外就 party 每个礼拜六的晚上那一定是这个有 party 的，这个 party 由我们的秘书安排，那么买很多吃的，大家在一起做吃的聊天呢，都很怕孤独。结束了以后一定会唱一首歌叫松花江上啊，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我可爱的故乡？可是，一回到家里边，这独立面对着一个房子，没有亲人，没有孩子，没有妻子，没有朋友，那是很孤独的。那个是漫漫长夜了。那是，有三类。第一类呢，他主要是1980年6月后的被通缉者。第一类他说的就是说是被通缉者，他这儿写的是如发现该人入境，立即拘留进行审查，依法处理。严家琪啊、陈一姿啊、万润南、苏小康、乌尔开西、柴玲这些，洪承德。第二类呢，是等于是在。是合法出来，当年是合法出来的，不是被通缉的。
就包括我，你看王秉章，我这徐邦泰、曹长青、刘斌彦，还有韩东方这些，嗯，就不准入境，不准这个入境。嗯。第三类呢是根据中央有关精神发现该人入境，视情况处理。2007年报道的一个消息，本来是49人，你看现在有谈的又是北京新出炉的273人黑名单。你像我到海外这么22年，那我想我最大的遗憾呢，就是我母亲去世的时候呢，我都没能见到最后一面。嗯，我母亲是2000年去世的，当时我就记得在11年前呢，她就身患重病，另外她也是当时都86、87岁了，年纪也很大了。当时我就想，如果我再不抓这次，如果不能够回去见见他的话，可能以后就再也见不上了。因为我知道，大家都知道中国政府有个黑名单，禁止入境的黑名单，我的名字也在名单之上。妈妈的心。那么那次我母亲就给我回了信，就说你不要回来，就算他们准你回来，你也不要回来，因为我不相信他们，然后他见到我父亲，我父亲原来是国民党的军人，后来呢，他在的那支所在那支军队的军长就是所谓起义投诚，然后我父亲也就成了解放军，所以我们家门口小时候可能门口还挂着个木牌子"光荣军属"，当时呢，当然是都起义光荣，共产党也许诺这个既往不咎。可是到了52年正反的时候，啊，又我父亲又以这个历史反革命的罪名，啊，就被杀害，所以我母亲就谈到这件事情，说你老毛，你有这个命令的，是说好了既往不咎、起义光荣的，最后照样把人给杀死，所以。这件事他说我到死也我也不会忘记，我得到这封信之后，当然我知道我实际上也回不去，因为当局已经告诉我不，另外我想也确实恐怕如果我回去了，我母亲会更紧张更难受，你想你回去整天警察跟着你是吧，一会儿门口停个警车，一会儿把你找出去谈话去了，他会感到很紧张啊，对不对？他闭不上眼了，他就想，即便我睁着眼的时候看来没事情，我一闭眼之后，那谁知道又发生什么事情呢？而且单单是我回去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使他放不下心，所以我想我不回去，他恐怕走得还更安心一点。这张照片是我86年底就离开中国之前，姐姐妹妹。妈妈照的相，我们中国人几十年来受共产党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政治迫害，牵连的人数之多，这种迫害的程度之烈，我想在这个历史上都是非常少见的，而在经历了这么多灾难之后，我们还没有得到一些最基本的自由和人权，我想这个实在是让人感到非常非常痛心的。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居然还有很多人，就歌颂起太平盛世来了，我觉得这真是不能原谅，因为这些人自己过去也受过这种害，如果我们过去几千万人、几亿人的这种痛苦都不能换来一个最基本的自由民主，而自己个人处境稍微有一点好的就那么苟且，然后反过去跑去讴歌这个专制，我觉得这是完全是对所有这些过去受苦受难的这个中国人的一种这个对他们的这种亡灵的一种亵渎，这也就说明我们这代，这是我们的一个使命。
新的一个另一生，这一生就是流亡的一个流亡作家的一生，我很清楚。接着我就写了一些文章，啊，明确地表明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个流亡的这种命运，他做什么选择，现在是面临着这个选择，是等着有一天落叶归根呢，还是能够就在所在的国家，在西方能从事自己的创作和自己的独立思考呢？当然，我认为应该开创一条路，是中国知识分子通常不愿意做的事情。即使人到了海外，在以前就有，是吧？什么游子这个心态，是吧？总是要想到落叶归根，是吧？为祖国效劳，是这个爱国心不死。嗯，这个我觉得这种爱国主义，是吧？跟一个政权联系的这种爱国主义，我觉得是一个精神上的约束，对知识分子是一个精神。所以中国知识分子很少能够跳出这种爱国主义，这种民族主义，能够独立思考人的命运。你知道这个，我就跟你讲，这个流亡生活里头啊，有很多，有像我这样的人有一些，不多，就是说他有一种抗拒，他是生活在别处。我实际上我是生活在中国，我在美国只不过是有一张桌子，所以整个的情感，这个我并没有打算在美国如何生活得更滋润，我在美国只要能活下去就行了。你比如说我的英文，我开车出去丢不了，我遇见什么急事我能够说清楚，我觉得行了。你要让我英文特棒，能跟人家长篇的这个表达，甚至用英文写作，我没这个兴趣，就是。另外还一点就是，这就牵扯到一个艺术文学艺术的一个根本问题了，你为什么写作？大家都知道，这个最早的文学创作是没有稿费的，而且那时候的印刷术也不是很发达，它的传播也不像今天这样。但是为什么作家还在那儿写？你比如说《红楼梦》，他就当然那时候也可以印刷，也可以刊行，但是起码曹雪芹，在他那一生中穷困潦倒，到他死以前也没有印出来，但是他还是充满热情在那儿写。我想这里头就接触到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说你为什么写作？因为我过去不处在这种状态的时候，我不问这个问题，一切都很自然的跟着生活走。但是现在呢，就要不断的问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我不写作，或者我写一些能挣钱的东西，那对于改善我们家庭的状况，有包括我孩子上学有很重要的帮助，但是为什么我还要坚持，坚持我理想中的写作，不在乎有没有人有没有听众。就是说我在这儿唱就没一个人理我，我还接着要唱，那你是对谁在唱？就有这么一个问题。最后我自己想明白一个问题，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你的写作实际上是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你和你的神的一种独白，这是你向神的祈祷，你自己这是你内心深处最隐秘的东西，你根本不在乎别人对他有什么样的评价。所以文学我想也是这样，艺术也是这样，他把自己内心深处最受感动的东西，你比如说那种爱啊，对人类的爱，那种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你把它和你的神进行一种交流，所以那个东西是一种，我想这样，它是一种纯粹的，它根本不在乎，你甚至不在乎你的手稿是不是最后丢了，永远没有印出来。
这是什么东西啊？有一个泰国，有一个大陆，有一个画家叫海波，他在六十那天呢，是六十那天，生逢那真正逢时，这屋子光，这是笔直签字的是吧？对，这是他自己签的，无见证者之一，北京中共1989年四月，特别是这是6月4号，这他自己拍照片，他的拍照放这么大，对。所以你把它，你提一句话，签个字放在下面，我把它留为明年拿来作为这个60、20周年的时候啊，可以拿来作为一个纪念。OK， 好。今天啊，是我们王丹先生。实在十年寒窗，遍历十年学有所成的日子，荣获世界最高学府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学位，我们向他表示衷心的祝贺。王丹，哈佛毕业获得博士学位，十年寒窗修成正果，可喜可贺。王丹原来就读于中国的北京大学，现在呢又毕业于美国的哈佛大学。在北大和哈佛之间，他还上了两所大学，一所是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另外一所是共产党的监狱大学。我想一个人一辈子这四所大学能上一所，就不是等闲之辈。那王丹20年一口气上了4所，所以就凭这个履历，又让人不能不让人佩服。那个好久没有这么集中听到这么多好听话了，就是很高兴哈。最近在网上大家也知道，这个政府比较集中精力哈，开始对我们几个人这个抹黑啊、诬陷的，反正看到的都是很难听的话。那时候我就想说没关系，是吧？到时候我也组织一帮哥们儿专门听听好听的话，谁怕谁呀、啊，对不对？我一直有一个想法，我就觉得今天呢，可能我们民运呢确实在一个比较低潮的阶段。可是话说回来，我自己也是个学历史的哈，那这个没有一个运动说没有高潮和没有低潮，有高潮就有低潮，没那个道理，这个高潮老让我们占着，是吧？那它一定会有一个低潮的时候。那我觉得民运到了低潮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大家呀，更应该有一种形成一种观念，就是我们更应该像一个大家庭。越是在低潮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抱团，那么越应该互相温暖，那么才能抵抗这个比较严酷的环境。2008年12月10日，世界人権デーに合わせて、中国国内303人の知識人たちの連名で、言論の自由、人権尊重、平等などを基本理念とする08憲章が発表された。所以下期呢，这个关注刘晓波应该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一个主题。他这个刘晓波事件和整个08宪章是联系在一起的，怎么样进一步这个推动08宪章这个签名活动？因为现在国内封的管控制的比较紧，我想这海外呢，特别可以通过互联网这个方式。通过 email 这种方式，让国内更多人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更多的人心中的去签名。当然，我们一直就在考虑怎么突破大陆网络封锁这些。举例子，比如说我们在国内有一些那个进项那些，那么基本上大陆人基本上是可以说直接可以访问的。但是举例子说，这个语音这个当时想法主要就是说，你可以过滤文字。比如文字里面有一些关键字，它可以通过关键字过滤掉，但语音就没有办法。比如说一篇文章，比如胡先生的08宪章这个，那么我们换一个题目，何日君再来？那么也许它就是何日君再来的一个 MP3 的音乐文件了。那也许名字一换，他网络监控的人以为只是一首歌曲呢。
北京之春2009年1月号，支持08宪章参与公民运动胡平，08宪章意义非凡。是的，08宪章提出的基本理念与基本主张，既是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早就阐明的普世价值。那有个下岗工人，你看自己办的博客也写到这点嘛，他说计划经济是不对，是应该改革，改革是要付代价，难免的。但是他说计划经济不是我们工人发明的，是你们共产党发明的，那付代价该你付代价呀，怎么你们不付代价，你们不下台叫我们下岗呢，对不对？怎么你们就成资本家了呢，我们就成了打工仔了呢？这没道理的，对不对？所以这点普通他都看得很清楚。因此这一造成的结果呢，正因为现行的这种财富分配格局毫无合法性，它就只有靠暴力的维持。那么到头这政权不会改革从善的，他看他只会变得更横了。他觉得你看你们什么认为结果我们都解决了，就是我们就靠蛮不讲理，就靠横来横的。他在这种环境下只会使这些人有更强的那种就是对人权对自由民主的那种蔑视，而且这种时间持续长了，它会对民心造成很大的影响，就人民也就根本就不相信时间有正义，根本不会去追求正义。你想从64到今天十几年，你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一个事情，就是在国人中那正义感的不断的萎缩。同样的事情，在20年前他们是不能忍受的，10年以后就觉得无所谓了，到了10几20年，他们根本就把这事，不是说他们就是不知道，他们知道，他们生活中看得更多了。但他们就根本就觉得天下就是这个样子的。我觉得你要是64造成最大后遗症，就是这种这个人心的这种正义感的这种泯灭。才成64也是这个样子。我觉得，但是我现在可以说它主要的一个意义，我的看法是说，其实在这个之前呢，我觉得老百姓虽然经历过政治运动，但是大家对共产党的认识还不够清楚。对共产党的开明派抱有希望，那么基本上还是拿政府，就是希望政府出现青天，对吧？就是这种民众跟政府的距离没有拉开。可是1989年这件事，我觉得使得所有的人，全民全大家对共产党就都丧失信心，对，就知道说哎呀再怎么样这个居然能开枪，这个政府你就不能指望他，那大家的这种政治热情也都大幅度减退，90年代就是这个样子。那这个东西也从另一个层面看是个好事，对吧？他政治淡漠是个坏事情，可是另一方面他跟政府距离也拉远了，跟政府距离拉远了就腾出空间给社会了。那么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中国公民社会就在逐渐发展，那么有一天公民社会的力量发展到强大到足以跟国家力量相抗衡的时候，中国就实现民主了。那么这个过程是从1989年开始的。我在文化这个意义上讲，从西方讲的话，主要是一个人文精神，就是一个人道主义，一个人文精神，这是文艺复兴以来，所以西方文明的一个思想渊源，一个推动力，就是自文艺复兴以来。所以对人的重视，人文主义就是以人为本，是吧？可是这个精神在中国文化之中也是比较缺乏的，是吧？中国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这个一讲到中国文化，现在通常都把它这个跟这个帝王世系是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这个国家的强大，这个特别是个帝王的，我跟帝王联系在一起。比方讲到这个长城就是一个帝王的一个权力的象征，是吧？但是恐怕当时鲁迅先生都批判的，因为在中国那个时候，一个把这个20世纪把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席卷进去，都在救亡救国，这个没有说救人，是吧？虽然鲁迅当然早期也发出过是吧救救孩子救人，但是很快就被这个救国救民这个思潮所盖过去了。我以为这个在21世纪的当今的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也好，我就世界普遍上，我想应该什么要重新认识到，回到人文主义的最初的精神，就是人的这个价值。但是这个人呢，在今天来看，不要把这个人变成一个超人，一个大写的人，这是一个普通的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经历了89民运的，这个我
所经历过的这些事情中的那些流血、那些残酷的事件，包括我后来去广西调查文化大革命中的吃人、人吃人的那些很残忍的事情，就是我的自己的心，后来感觉我自己心都变得很硬了，就看见任何一个这种血腥的东西，自己心里都不动。到了美国以后，看到美国人的一个是美国这种社会的风气，另外一个就是说最说感动的是对待那些小动物的那样的一种情感，比如说经常有些事情是在救一些动物，这个社区里头发生的一些事情，你看到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有一种很莫名的感动。因为时间久了以后，我就发现我自己的心就开始变化了。有一次散步的时候，发现路上有一滩血。要是在过去的话，我不用说一滩血，就是有一死人在那放着，我心里头也不为所动的，因为确实那种残酷的事情你经历的太多了。但是这一滩血呢，一看见这一滩血呢，我就心里就哆嗦了一下，我就不能看了，我觉得不能接受，就是这一滩血。我一下突然发现，我就自己内心里有种改变了，就是说自己的内心变得柔软了。过去认为柔软这个东西是一个负面的名词，后来我到美国以后，通过我接触基督教才发现，要使自己的心变得柔软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把自己的那种冷漠，自己那种所谓共产党培养出来的那种坚强，那种战斗什么那种，把这些东西仇恨，你只有把这些东西一点点一点点都把它去掉了，恢复到你就原来这个上帝造你时候的那种状态，那才是一颗真正的一颗柔软的心，具有同情，具有爱，具有悲悯。一直到现在已经多少年了，从5岁到15岁送了他10年了，没有迟到过。挺不容易，我自己都觉得是一种成就。我先走了。明儿叫了叔叔好了没有？叫叔叔。你肉大点，这就是最大的了。先不用举你，哎，不用。
我作为一个作家来说的话，如果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点点价值，就是我们有一点点精神价值。如果要说一个作家，一个知识分子，在受到了这个在生活窘迫、在流亡之中穷困潦倒、忍受不了了，而转身，去向统治者低眉俯首，那我们存在的一点点价值。如果向中共当局妥协，写一个什么检讨认罪书，然后获得可以回国、可以回去经商、可以回去定居、可以回去发表作品，获得去换取这样的一些利益的话，那我想这个第一，首先是对不起那个在八九年被屠杀了的那么多青年和市民，他们的血就白流了。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就说我们也对，应该说我们也对不起那些在我们前面的那些先哲。像作家的流亡在世界上和在中国比比皆是，中国作家流亡的人就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很多最优秀的作家都曾经经受过这种流亡的这种痛苦，日子过得比较窘迫，比较孤独，这是一个方面。但另一方面呢，你在这样一种坚持中，你自己在艺术上、在人格上可能都会有很重大的提高。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最后说到底不是在比技术，最后是一种人格的一种比较。